江修，很遗憾，这个任务大家挑战失败了，就完了，这完了这环节，整的有点懵，今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咋又给拉回来了？咱们这个游戏得赢，不赢他就继续循环。这么大劲儿啊！哥，我就知道还得再来一次。啊！搞什么、啊、你们？人生回放回放再回放，什么意思？无限循环，又回这儿了？不会吧？时光倒流了？这什么回事？老板，疯了！我疯了！疯了！我不想玩了。也就是说，这一天一点错都不能出，不成功变成人。说大话！说大话！说大话！不想再重复。还有点腰身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呢？你分队了，这样分的。我们蓝的一个系，你们仨一个队，可能是我跟两个老人在一起。我不想当老人。这咋的了？这干啥呀？看电影啊？哇，这么擅长的，这今天这么诡异啊？整的有点懵，今天。我起鸡皮疙瘩，先跨上点，我有点害怕，怪瘆得慌。说什么？哎，咱们这哦，转了，是我们在转吗？是我们在转啊，我们在转，我们这是什么？哎呦，哇，我这舞台也太厉害了吧！欢迎来到杭州新天地太阳剧场。拉开了，拉开了啊！请欣赏太阳马戏 X 奇幻之境的震撼演出。看人家柔韧性真强啊！从容，对，就完了，这个我还没看过瘾呢。这地上没有什么坑什么的吧？嗯，该我们表演了。我早上以为我穿这身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他上车一看我穿这个，他就知道他不是爱丽丝，小丑女是吧？小丑女。看到大家哦，原来今天是马戏团的。你这一身已经算好的了。你这扑克牌也挺好看的。你是绝对给服装组塞钱了。这也是牌，我是牌啊！这手里拿副牌，逮谁跟谁来啊！你们家技术差，把都不落。欢迎大家来到新天地太阳剧场。太阳马戏以没有动物的方式重塑了马戏艺术，并结合科技、戏剧、杂技等元素，呈现出了超维舞台综合艺术。在我们正式给大家发布任务之前，我们先要欢迎我们今天跟你们一起进行挑战的两位嘉宾。哦，在哪儿呢？你给他设计的出场离我们太远，他腿得走一段时间，知道吗？主要是太黑没看见。欢迎啊，哥哥，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咋瘦了呢？好久不见啊！咋瘦了呢？我要减肥了。你减啥肥呀？大哥，啊！哎呀，哎呀，哎呀呀！嗯，兄弟，你都喘了，你咋跑的？对，没喘呢。感觉上次见你好像还在什么过山车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上面。这一晃就两年。你还记得吗？那次啊？在太原，在太原。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大大米还没地儿卖呢，你买不买？还有一位，欢迎今天的嘉宾吴谨言。哇！都是老朋友，他这身不错。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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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欢迎欢迎欢迎。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这也是瘦了。对对对对。Hello， 大哥。我俩见面了。Hello， 欢迎姐姐。Hello。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Hello，Hello， 又见面，又见面了，又来了。快来，快来，快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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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都忙啥呢？我看《奔跑呗》。《奔跑呗》是另一个节目。不叫奔跑吧？那个是《奔跑呗》。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欢迎两位，欢迎欢迎小宝，欢迎景阳，欢迎。那从颜色让我们看出来了。我们分白队和蓝队啊，今天没有分队，今天大家是一个团队啊啊，一个团队，我们干谁？他们，我们一个团队就跟他们比啊，对对对。在场的各位成员，今天你们是来自月亮马戏的优秀员工哦，打对台的，是他们的兄弟单位，对对对对。月亮马戏即将开启全国巡演，这次巡演需要100万的启动资金，你们需要为巡演寻求商业合作伙伴，获得启动资金。我把我那金唱片卖了，马上就解决了。目前我们了解到有位叫 Phil 的投资人有意向对你们进行投资。Phil， 现在请来领取 Phil 的名片和手机。不就找他是吧？对，找上他了就获得这100万了。对 ，Phil 的名字叫张飞。张飞啊，那我们出发吧。奔跑吧 ，Phil。其实这也挺好，其实这主题，这音乐开的是气球。这歌其实挺催眠的，我听了一路，好像就唱给他俩，感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气球。下车了。下车了，同志们，我们到了。左转，左转，左转。这人不会开呀，咋的？哎呀，闺女啊，你这车怎么开的？你站远点，一直叫。好，到。我帮你倒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我帮你倒吧。你停了，你挂屁的。你好，沙溢吗？哎，你好。你们是在拍跑男吗？对。哦哦哦，你挂到 P 档，对，就摁 P， 然后我帮你倒进去。好的，谢谢啊。来来来。热心李世民，主要我这车新提出来的，我就可能不太熟练。陈哥是不是拍小片了？我都没反应过来，他就把人车给开了。果然开车的男人就是帅哈、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你这盘的意思是什么呢？植入啊，植入啊啊啊！哎，这边来了人了！他们是不是跟我们抢钱的人？哎，还掉奶了这个！哎，我鸡丢了！小红，您别走，小红，酸奶掉了！谢谢！你们是在做节目是吗？对。跑男是吗？加油！劳拉，走吧，劳拉。走。吸引我们注意力是吗？台铃也到了。这一期好奇怪啊，这么诡异呢？干嘛呢？这个浇水的也有点可疑，浇水的，大哥要帮忙吗？帮忙、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哈哈对不起，对不起，哈哈
这儿这儿这儿，你看，系鞋带，哎呦，哎呦，摸头纱还有、哦，那边有个玩气球的，这一期好奇怪啊，这么诡异呢？这个浇水的也有点诡异，好奇怪、啊，怎么回事？啊，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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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进来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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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今儿帅了啊！啊，请问张 Phil 张是在这里工作吗 ？Phil 总，你们说的是去年获得最具潜力青年投资人的那个 Phil 总啊？对对对对，是是是。哎呀，他可厉害了，投资过阿里姑妈，阿里姑妈啊，饱了吗？饱了吗？小众传媒，小众传媒。来来来，来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Phil 总，在这边，在这边。啊，来里边请。来里边请。嘿，哎呀，哇塞，这是啥呀？那包好，我打算把它变成我的健身包。哇，这是什么呀？这好高啊！大型室内项目。Phil 总人在哪儿呢？张总，有张卡哎，我们看一下这个。月亮马戏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Phil 张。想要获得我的投资，必须有十足的默契。如能完成以下默契考验，我将为你们的巡演投资20万。全员一致，听到指示后，全部成员必须给出一致的答案。若不一致，其中一人将受到惩罚，共9题。答对5题，即挑战成功。8个人有1个不一样，就那什么呀？是。请大家上台就位，上台。这么快就上台了？这么高啊？不让我们看一下吗？不让看。上台的。哎。什么东西？哎呀，哇，这是个大坑啊！ What？ 这肯定能下去啊！下去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等一下，这是什么？我太怕这个了耶！哎哎呦我妈呀！哎哎呦我妈呀！我太怕这个了呀！这底下是啥呀？不知道啊！啊！这真的会掉下去啊？等一下，任务当中只要有一个成员和其他成员给出的答案不一致的时候，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就会接受恐怖箱惩罚。恐怖箱？太狠了！关键是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那些动物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吧？陈哥那个是喧的，我感觉特别喧。我这个也是抖的。我这个还挺硬实的。我们俩选对了啊，咱俩选对了，挺结实的哈、啊，这是命吗？这个。小宝哥，我跟你换一个吧。为什么呀？我给你换一个吧。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宝哥，你是我们的1号，你来那个1号。为什么呢？哥就是哥，跟武有缘。你们都选这个，我也想选这个。不是，我是我的幸运，是不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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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陈哥，我别的什么都可以让你，就这就不行。这个真不行，这个真不行。我怎么有点感觉中招了的感觉呢？好想把头伸出去看一下。对啊，我也想。哇！怎么了？什么东西？什么情况？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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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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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用手势比出数字七。七。七。baby！ baby！ 七吗？你不是你吐字清晰一点，是七呀还是七？七。啊？
主要是鸡还是七？我刚听的像是鸡，我听的是西呀、啊。啊，西呀、啊。是西一西还是七一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啊、哦，你看。啊、哦，那重来一次，重来一次。那七和西确实很像。好，来，请用手势比出数字七。哎。好 ，OK， 这一题算你们通过啊。请听第二题，你们是想长高十公分还是变瘦十斤？完了，这肯定大家都不一样的答案。完了完了完了，我觉得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你懂吗？大家觉得晨哥想干嘛，我们就跟着他想干嘛，好不好？行啊，好好好，举手就是变高，变瘦就是这样子啊。三，二。一，完了 ，AB， 你不是说，不是按你的来吗？我就是长高啊，他高了不就瘦了吗？男生都想长高，女生都想变瘦。这一题你们的答案并不一致。哎呀，所以接下来你们当中会有一位成员接受惩罚。哎呀。我去！哎，天哪！哎 ！One, two,这一题你们的答案并不一致。哎呀，所以接下来你们当中会有一位成员接受惩罚。哎呀，我去！哎，天哪！小宝，我是啥不汇报？看不出来。啊，这个还可以，这还可以。我挺幸福的，我挺幸福的，我真的，真的，那一刻挺幸福的。你摔下去那一下还好，就那过程是吓人的，那一瞬间你头都是懵的。宝宝宝，但你下来以后就会看我，里面是鳄鱼。鳄鱼，闹吓死我！我是鳄鱼，吃鳄鱼，你信我得了，你走了。看一眼，拜拜，我看一眼，拜拜了，拜拜了。就位，我那你给我留出来，不是。留出来，再见，你来一回，你再见，再见，不是，哎，再见。嗯，这歌挺好的，哥。哎呀，干嘛呀？快回去吧。如果 baby 和吴谨言同时掉到水里，你们会先救谁？太难了，这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只救一个。救 baby 是伸出手掌，救吴谨言是拳头，我们就这样了。对呀，我们就这样了。你一个都不救是吗？谁我也不敢不救，我就是。抱拳了，抱拳了。哎，请准备。我不是看李晨吗？李晨伸的是我伸的是手啊，伸的是爪子。你这是选两个的意思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这是救两下 baby， 救三下吴谨言。完了，我感觉是我。Oh my god！哇！
你这不挺好的吗？挺幸福的，你这个。接下来我们俩都安全度过了啊！祝福你吧。你这掷地有声啊，你这。啊！孩子们别叫了。啊！什么？什么？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妈呀！我跟三哥看一眼，我去看一眼。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是谁？儿子，你还想在爱豆结婚？我可能明天来不了了吧，是吧？你可能得到中医那儿拔点东西。这个是谁的？哎呦我的妈呀！太损了！哎呀妈呀！哎，兄弟。祝你好运，换个姐，换姐，你是我亲弟，我也不给你换。哎，我踏实了啊，踏实。请各位成员一起模仿小猫咪啊，小猫咪啊哈，三、二、一，喵！完了，我已经看到不一样了。全是玩具啊！掉下去太吓人了。我刚才掉下去，这边耳膜穿刺了一下。你可以把你的小老虎给我一个吗？你要哪个？我要那个小老虎。这个吗？这是个头套啊。拿着吧，你选择了它就是它了。下一题是宋小宝最满意自己的哪样五官？啊！请准备。这个再不过，我的妈呀！错了。怎么错了？谁？啊？谁错了？我们得知道恨谁。凯凯一开始指的是鼻子，然后后来移到耳朵的。没有。有。我是划过了一下。啊啊！完了完了，是我。啊啊啊 ！Oh my god！ 太疼了吧！你们现在已经错四题了，下一题如果答错的话，这次挑战就失败了。好好答，兄弟们，好好答，行不行？好好答，好好答。下道题目是我说上一句，大家接出下一句。重燃2020，谁错了？我告诉你们，三、二、一，一起安慕希，一起安慕希。啊啊！多谢多谢成，多谢，这谁敢错？直接把照片抹掉。真的是。前是答对了两题，答错了四题，请听下一题，成员比出一个爱心。啊！完了！啊！啊！小宝又掉下去了。我就说了吧，没有，得重查两次嘛。很遗憾，这个任务大家挑战完了，完了，抱拳了。
哇塞，你看这个吗？哦，行吗？行吗？行吗？哦，水产活的。你看看你那个。对，我也琢磨。你看你那个，对对对。这个掉下来，他不得做个屁墩吗？哇塞，这是真仙人掌啊！是真的吗？真仙人掌。他那刺儿应该是特别软的那种吧？真仙人掌，真仙人掌。啊，很遗憾。大家这一轮的挑战失败了，虽然没能拿到投资人的投资，但是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请前往下一个场地争取更多的投资。我们这样，我们最后一次来一个默契，好不好？再给我们出道题，再给我们出道题，再给我们一道题，印证一下自己，对对对，不在上面，感觉整个脑子都好了。我们一起比出奔跑的姿势。对了呀，你为啥顺拐呀、啊？你咋？不是喊口号的吗？行了，没有默契，来喊口号吧，来。默契啊，我就别了，真的，放弃吧。这样，我们口号还是有默契。OK， 对，来，奔跑吧，默契，来，一二三，默契，来，默契，一二三，奔跑吧，默契，默契。还是真的不默契。好好好，垄断卡掉，真的。哎，害怕没害怕在上面？反正啊，就是蛮吓人的。宝哥，你后悔跟我换了吗？我不后悔，我不后悔。那个太吓人了。我靠。这里有个休息室，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这休息室肯定它得有点用吧。哎，这不看节目吗？这不是？这没有用吗？有人在看我们的节目啊。嗯。对，下一怎么选？沙老师，跟你有关系？没有，我估计是一会儿啊。哎，你不觉得那沙发有点怪吗？也太怪了吧。哎。对呀、啊，这底下有个人吗？那是，真的假的？天哪，也太吓人了吧！不是，这椅子能你坐一下是？坐一下是？啊啊啊！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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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人，真是，哇！坐在一个人上特别吓人。太热了。人拆了，咱们是提前剧透了吗？被发现了这。走吧，走吧，走吧。谁发现的？里面有人。我呀，真聪明。就这几期给哥录聪明了，明显感觉智商蹭蹭的提高，是吗？参观一下吧，这里有我们公司举办的那个游园会。Hello。哎呀，哦，这么热闹呀！这么热闹呀！哎呀我去！哎呀妈呀！像样啊，像样，像样。哎呀，气球，哇！哇，哎呀，投篮呢还可以。哎呀，先来个三分呗。哇！哇！哇哇来抓起球大奖了，抓起球一大奖，终极大奖。还有啥？走吧，老师们，这完了，这环节，嗯，那就完事了，游园吗？我们不玩这个吗？这跟我们没关系啊。那就很高兴认识大家了，谢谢 Peter。那我们去哪儿呢？你们去下一个环节接着拉投资。整的有点懵，今天咋回事啊？我们到底干嘛了？今天晃的很。不要啊！完了，这就完了。你给我歇着，我又够不着。其实我觉得有点怪呀，特别诡异，是怪，这不时间很诡异。今儿咋回事啊？今儿这是，这什么环节设置啊？是啊。一直在放气球，关上吧，反正我们没法录音，师傅。不能关上。啊，真的假的？不能关是什么意思？有任务。这次我是真记不住了。这个车有点伤感的啊，他是故意放的这个歌吗？要放就放。要求你放这首歌？啊，要求你放。啊，那线索啊，这是。哦，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怎么这么机灵？你记得吗，玲玲，把兜套出来。你都忘了是吗？你一上车就开始有线索了啊！对，智商就开始浮现了。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下车就没智商了吗？下车也有。那要求发来了。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没明白。我也没明白。气球这首歌有点诡异啊，还有刚刚遇到这么多人都有点诡异。一定是跟气球跑不了是吗？对。
今天一天都放着气球这首歌，然后刚才掉下去也有气球，刚刚走那也那么多气球，今天不会是个恐怖专辑吧？又是这儿，然后是重复的一首歌，重复的一条路。你看这个车还是倒出去，往后倒倒倒倒再倒再倒倒，又是那车，还是那倒车，你看气不气人，还是重复，你说真假的，又重复一遍啊啊，人生再经历一次吗？怎么回事？我疯了已经。怎么了呢？你看还是倒车，你看到没，还在重复。哎呀，闺女啊，你这车怎么开的？你站远点，他一直叫。我起鸡皮疙瘩，这有点吓人。从一开始就很诡异。天哪，一模一样。时光倒流了，太可怕了。哎呦，别动别动，你先发个 P 档。好的，谢谢啊。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你沙溢啊，你们是拍跑男吗？来，我给他录。上次他就喊我，我没到，他这说不定有所指，你知道吗？主要我这第一天提出来，这个操作不是太熟练。主要我这车新提出来的，我就可能不太熟练。台词都是一样的，台词一模一样。天哪！而且等一会儿会有一个穿红头发的跑过来，还有俩跑步的。红头发的人呢？走吧，红头发马上过来了，来拦住他们，拦住他。对。哎，停一下，停一下，麦当劳姐姐，干嘛去啊？红头发有什么意义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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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掉一瓶安慕希。哎，怎么还掉奶了这个？哎，上次也掉了一瓶安慕希。你们在录节目是吗？等一下，你为什么两次掉安慕希？加油加油加油！台词也一样，不用跟他说，他不知道见过我们两次。对，他只觉得是第一次见我们。真的，一模一样，重复所有的东西。哎，多了个骑电动车的人，刚才有，刚才有，刚刚就有他，有吗？对。哎呦，我崩溃了，我脑袋快炸了，受不了。大哥要帮忙吗？不需要。哎，好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他总要撕我们一下，完了总撕不成。时间一直都在重复循环。闺女啊，你这车怎么开的？站远点，他一直叫。好难吗？加油加油加油。台词都是一样，一模一样。时光倒流了。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看你鞋带散了吧。你们两个不要在我们面前绑鞋带。没有阻止这一刻的发生。我去问问孩子吧。你告诉叔叔，你为啥一遍一遍在这儿待着？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底，不可能知道底。崩溃了，我去。快回家吧，宝贝。好嘞，快歇会儿吧，啊，快快。再见，拜拜。我现在别都不担心，我担心一会儿那游戏再做一遍。我也担心。哎，刚才那默契，咱现在就可以定下了。就说好了，他们说什么咱就怎么默契了。哎，如果还是那几道题，比心是这个，然后还有喵啊，喵。然后对，长高，长高，大家都长高，都长高，都长高，好吧。然后呢，如果说要救谁，都是伸手救 baby， 救 baby。好，如果说最喜欢你的位置是哪儿？是这，全是耳朵。如果说救谁，我们一起这样吧。不，别闹！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卧底。还有什么问题来了？再想一下。万一如果有什么先看我的时候，我会先摆出一个大概的造型。啊，对对对，我们全来。哎呀，你好，你好 ，Peter。哎 ，Peter， 你们见过我吗？没有啊。没有，见过我。查过你的资料，我们要找那个做那个小众传媒的那个。他还投过宝了吗？宝了吗？对，马里姑妈。做过好多功课是吧？当然了。好了，走。去年最具潜力的投资人吗？棒棒的。来，又是这个，又是这游戏吗？好恐怖，我感觉。天哪，我不行了。晨哥，这怎么回事啊？我疯了，我也疯了。快告诉我答案。又要玩一把吗？我们怎么又回来了呢？太狠了吧！我都要疯了。又来了。这咋又给拉回来了？
不说转场了吗？你在说什么？你没有见过我们，对，我们也没有见过你们。我们刚来。我们刚来，我们刚来。你的演技还得提高，演技还得提高。给大家解释一下规则。明白了，我们明白了，不用解释了，明白了。是不是要站在那上面啊？哎，好像我们都猜到了今天的问题。哎，我猜宋小宝会站第一个，是不是？啊，会。然后他们第一道题很有可能出，大家一起比个七。来吧，整吧，啊，来吧。那我就还站第一个，还这么站啊？陈哥，我跟你说，我咱们这个游戏得赢，得赢啊。不赢他就继续循环。是啊，我们必须拿到这个投资，他才能往下走。哎，别闹了，这必须赢，真的必须。不赢一直来。为什么必须赢？不赢这个死循环。咱现在关键不知道他们导演组到底是啥玩法。肯定换底了。换了吗？我直觉是没换成的。马上人改题，你们就傻了。我跟你讲。等一下，任务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你们当中就会有一位成员接受惩罚。好的，请听第一题。一定要都对啊！哇哇，太狠了！等一下，任务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你们当中就会有一位成员接受惩罚。好的，请听第一题。所有成员用手势比数字七。哦哦哦。全员一致。哎呀，太简单了。哎，注意力集中，都精神精神。是想长高十公分还是变瘦十斤？注意刚才在门口都说了什么。哎呀，是不是佩服我们？如果菲比和吴谨言同时掉到水里，你们会先救谁？菲比。哎呀 ，so easy， 我们太默契了，没想到啊，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请一起模仿小猫咪，生气了吗？错了，啊？谁错了？谁？没人错，谁错了？小宝哥，我什么时候叫喵？怎么能错呢？他先手背了，喵。我们当中会有一位成员接受惩罚，请准备。哎，宝哥，你准备一下，就是你。你准备好你的仙人掌。3、2、1。五花，太可怕了！请听下一题，宋小宝最满意自己的五官是哪个部分？哎，全员一致。哇，你们太厉害了！下一题大家答对的话，这个环节就可以挑战成功了。咱们这个游戏得赢，得赢啊！不赢他就继续循环。咱们这个游戏得赢，不赢他就继续循环，不赢他就继续循环，继续循环。稳住，稳住，稳住，来。下一题是我说出上一句，大家接下一句。哦 ，OK，Come on， 一起安慕希。大家正确，漂亮。恭喜各位，这一环节挑战成功。Peter， 让 Phil 过来见我。20万，20万。Phil 呢 ？Phil 呢？对呀。Hello， 恭喜大家终于完成了我们本关的这个挑战环节啊！所以说我打算投资20万，才投20万呀，哥。到了，财务已经查到了。啊，不光光是我啊，我还想介绍我的朋友 Rita， 然后给大家介绍。Rita， 我觉得啊，他非常的愿意投资大家，好不好？好，当然好。生活还在继续，我得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 Rita。刚刚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刚刚喜提新车。喜提新车就那女孩吗？就刚才停车的那个。好，到。然后我这车新提出来的，我就可能不太熟练。Rita 喜提新车。哦，真的是他耶。猜到是你了 ，Rita。这个世界真的太小了，我们又见面了。真的。哎，你们是来谈投资的吗？对，我们那个月亮马戏团急需一笔启动资金，对，100万。那我这个人呢，投资项目
我是很看重人品的。我刚刚啊，非常感谢你们，哎，别客气，你们能够帮我倒车，我觉得你们非常善良，所以就你们刚刚的行为，我先给你们投10万块钱。哎呦，谢，大气大气，大气。但是呢，除此之外，我觉得你们的实力很重要，所以说我设置了一项考验，如果说你们能够通过我的考验，我愿意再给你们投资30万。哦，再投30万呢？这就已经六十了。嗯。来吧，陈哥，共同协作把花蜜传递到蜜罐内，8人分为2组，4人1组，每组采蜜时间为5分钟，2组累计成功采集4+X颗花蜜，即挑战成功。就至少采4个，4+几无所谓是吧？对，基础球是4颗。等一下你们要跟 Peter 来石头剪刀布，每输一次要增加1颗球。哦。来吧，来来，一局定胜负，一局定胜负了，一局定胜负，看我的啊，来。蔡丁壳，漂亮！我现在出的就这个，是那个，对，就它了。布，第一个出的布，来吧，挨个去吧。不是一个接一个吗？你先记住他第一个出的啥。石头剪刀布，漂亮，还会出布，我来吧，来，宝哥就出剪刀，对，石头剪刀布。嗯，看着吗？右手为主，对吧？对，右手为主。我虚晃一点，他不是左撇子。对呀、啊，我虚晃一点。按理说应该是右手。对啊，你这手是告诉你我输了。对呀、啊，那没悬念了，你就出剪刀就行。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真的是都出布啊？永远出布啊？不一定。那我来，我来，我来。我是智商，我告诉你，我试一把，他是不是不一定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是的，来，我来，我试试它变不变。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剪刀布。累了，哥，困了，着了。他只会出布。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么简单是不太对劲吧？应该选择输才对，我们都上当了，我们上了挡挡的当。不是花蜜越少越好吗？对，越少越好。那当然啊，赢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手不会活一弯的。石头剪刀布，变了，他变了，变了。你干嘛欺负人家？为什么？哎呦，为什么？我说了不一定，手治好了，能回弯了，痊愈了 ，Peter。套路太深了，真的。没事，我们还有一个人，看你还变不变？还是布，这位还是布，就是布。来嘛，石头剪刀布。你先出布嘛。啊！一定要采7颗花蜜才算成功。采7个呀？晚饭给我们准备一下吧，晚饭。张罗一下。我们一组了，来吧。第一组5分钟，请准备。走！是这姿势吗？小短腿特别稳。对，海哥这腿行啊，他这个底盘行啊。等，慢。漂亮！他的表情，注意一下表情管理，海哥。第一次成功啊！我感觉我在坐电梯，你知道吗？这位，我去，太热。这么难吗？太难了，稳住，我稳住啊！他们卡在凯哥这儿，怎么还没传过去呢？别着急啊，沙哥行啊，沙哥稳呢啊，老妖不老，你这家伙可以，快点，太难了，等会儿，谨言，你要谨慎一些啊，我很谨慎，谨言谨慎，好，漂亮。漂亮，你真漂亮，这两个球弄的真带劲呢，哎，等待，我去，快！这个看啊，好，这边，卡住，这咋还不？我在这蹲腿，你知道吗？我腿已经要爆炸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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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边这边，哎，等待等待，就看宝哥这小腿了，就看宝哥这小腿了。你别等待了，我再转一圈。哎呀，雅妍呢？你俩别撞一起，他又撞回来了。谨慎呐，要谨慎。哥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来吧，妍妍，你倒腾倒腾腿，妍妍。妍妍，漂亮漂亮，好了，你可以走了。妍妍，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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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稳。妍妍，你不用动了，等他俩自己转圈圈。好。妍妍，好，给哥哥，好，漂漂。太漂亮了，哇哇，漂亮，哇漂亮，哇！算了算了算了啊，包括他进去了就出来了，我跟你说，包子，抗议，同意，你们的眼太浅了，他进去又弹出来了，还赖我吗？计时呢，小心点。什么？计时呢？快回去吧，快回来！别说了，妍妍哥来了，来来来，哥来了，接住接住接住，来来来来，好好好，来了，刚好，他俩又来了。弹回去了。这个机位不错，这个机位。哇，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最后十秒。啊？抛吧，没时间了，直接抛吧。来，我给你垫眼，来。3、2、1，到。俩。那我先试试转转吧。可以。我要在这里摆个 pose， 我是音乐盒。第二组5分钟，计时开始。平稳，平稳的端。平稳，对，平稳。第二个难，第二个它晃来晃去的，你知道吗？你先下点。好。啊，过去了。啊，对，这腿对，得看看，对对对，往上去，对，他的上身没有动，腿太动了，转呢，哥。帮我配一个那种很凄惨的音乐，就一个人在这走了一个小时，好吧，黑白的，黑白的。这好难啊！可以，有希望。baby， 你就自然让他转到我这儿啊，你就原地，他就会转过来了。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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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稳住。哎呦妈呀，晨哥，回头，晨哥，晨哥，哎呦，又来了。我觉得这得跪着来了。来一个。好。往前点，往前点，往前点。啊！进去了吗？没有。来吧，来吧。你先稳一下，你先稳一下，你先稳一下。我这个本来就走路的得稳，往前点，往前点，往前点。进去了吧？进去了。最后十秒。哦哦哦哦哦，应该能成一个。还有啊。应该能成一个。还有啊。低一点，低一点。啊！两颗，很遗憾，今天你们没有通过我的挑战，所以我没有办法为你们投资。没事，我们会征服你的。目前大家拿到了30万的投资，距离目标100万还差70万，请前往下一个场地继续争取多的投资吧。下一个出发吧。重复吗？重复这事儿太难受了。还是这个喽。无限循环。人生再一次重复。又让我们从头来一次。可怕的屋。哎呀，又来了。还在这儿呢。还在，还在，还在。走了，走了，走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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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我好可怕呀！
扎气球一大奖了，可以扎了，可以扎，现在营业了。打不完，一共是200个。今天这一上午，这些都是来回重复的，我已经看出来了。我要用我的 OPPO Reno 4把这个场景给它记录下，那就对了，对不对？对。我们这里现在完成了100个，是2等奖，获得安慕希畅饮券一张。走吧，这个没有用，这跟咱闯关没关系。今天很诡异。再见 ，Peter。真不想再见。大家怎么又出来了？对呀、啊。怎么又出来了？对呀、啊。咱们不会绕一圈又回这儿来了吧？肯定是回这儿。就离不开台里了。啊。停不下来的气球。嗯。我都给这首歌给洗脑了，我感觉有一段时间都不想听这首歌。一会儿会路过一个公交站牌，坐着三个人，还躺了两个熊。咱们往出院的标志都一样的，从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你又到这儿来，这个用铁艺做的这个什么小花园？这是进入时间巡回吧？啊，对，这种巡回挺吓人的，我觉得。真的。细思极恐这个。这次进去的时候就快点，跑进去，赶紧把车导完，赶紧跑进去，完成那个，然后冲到下一个环节。这叫人生无限循环。你看上面画了三个小丑，哦，看看了，这都是细节。第三遍，准备吧，快，我要去找瑞塔了。下车。直接冲向你！快，朋友们，跑起来！快去，你去停车去。瑞塔，哎呀，闺女啊，你这车怎么开的？你站远，咋一直跳？瑞塔，我来，兄弟们，加速！罗拉来了，已经。罗拉，快跑！哎，你的阿姆西掉了，罗拉。大爷，我帮帮你吧，大爷。哎，对不起，没关系。行了，谢谢。忙着啊。你好，我们是奔跑吧兄弟。好了，拍张照来，真可爱。好了，好好看、哦。好了，我们快休息吧啊，走，辛苦了，宝贝儿。哎呀，出事了，成零了。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时间重置了呗。Peter。你好，你好 ，Peter。哎，那个我们都知道了，老板在等着我们面试呢。咱们先屋里，咱们先屋里怎么？我们这拉着急，拉投资，拉赞助，这玩意儿得着急，不容易。筹钱不容易，费用也比较忙。咱直接上去，来吧，直接上，来，七，来准备了，七，一心，宝哥的耳朵，同仁2020，一起安慕希，好。直接上去了啊！直接来吧，流程不走了，听导演讲一下规则。我猜到流程了，我看到这我就知道是有恐怖箱，看一眼。哦，好，谢谢。我刚才还说呢，我这现在咱们刚挣30万呢，就这么费劲，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完了，一到这儿就连30万都没有了，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一天一点错都不能出。对啊，对的。所以说，我说这事儿挺细思极恐。要不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规则？够了，确定吗？确定。不要耽误我们的生命，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对，请用手势比出数字七，回答正确。你们是想长高10公分还是变瘦十？妈呀，都会抢答了。那必须的。我们的浪费的生命太多了。如果 baby 和吴谨言同时掉到水里 ，baby。请一起比划出小猫咪，回答正确。好吗？好有默契啊！我有一种考试作弊的感觉呢。这不是作弊，咱是留级太多了。留级了，接下来是最后一题。好，同仁2020，一起安慕希。好，恭喜大家回答正确，快走，这个任务就是挑战成功。我们都不想听了，走。您就是 Feel 总吧？你好，我看您眼熟，来，您快过来吧。这就是 Feel 总，还没到呢。走吧，路上说。让我们先见面吧。20万到手了，这边，走。
导演组可能都没咱们快。一会儿见瑞特，你们怎么这么快？分组咱们还是按刚才那个分组来。Hello， 你们好。哇，好巧啊，这个世界真小啊。是呀，还没有见面了。Oh. 给十万，来，先给拿十万。先给拿过来，先把钱先给拿出来，转过来，先转钱嘛。不是，就这么对你们投资人说话是吗？对，这么大声是吗？对对。不行不行不行，可以。你先听我说完。拿出来，先来我拿出来。别，投资人，能不能不玩就给20万？我感觉。刚刚呢，非常感谢你们帮我倒车，我觉得你们非常善良。不用谢了，给钱。低调。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呢，我觉得给20万，人品是非常重要的啊，人品是非常重要的。忍住，我决定先给你们赞助10万。哎，好了，给了。但是呢，好了，我们知道了。那个瑞塔，请坐，请坐，看表演就好，看表演就好。来，皮特，石头剪刀布，快来，石头剪刀布，来，石头剪刀布。哎，好，我已经赢了，下一个，来，石头剪刀布，你看我也赢了，来，石头剪刀布，不是，不，等会儿，剪刀还是剪刀，第六个了，第六个也是剪刀，是剪刀，来，石头剪刀布，哎，哎呀，那我赌一把啊，我赌一把，初步吧，来，石头剪刀布，哎。什么呀？这是最后一个，初步，石头剪刀布。哎呀，我怎么了？这是啥也不是啊！这连输8回也不容易啊，这家伙。来，你们年轻的先生，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快？还有两个没玩的游戏呢，没玩游戏咱们想办法，不要再重复了，重复这事儿太难受了。如果这趴又输了怎么办？又回去了。不能了，不能输了，我在第二关我腿就要爆炸了。不是腿要爆炸了，那个腿都不行了已经。我跟你讲，这个的窍门是跪着，然后提醒大家不能扶啊。啊，我不服。2020我不服。不服是不可以的，因为最后那个不服他脑袋歪。对，扶着吧，我怕你后边那两趴游戏过不去。好，来，5分钟倒计时，请准备。慢点，别着急，不要着急。别着急。小心，要倒的时候帮他倒一点。倒。小心。哎，走，你先挡一下，特别漂亮啊，缓缓的啊，特别稳 ，beautiful 啊，快，特别稳，不着急，最主要快，不着急，不着急啊，稳住，稳住，漂亮，扶住，哎，是一个音乐盒，小坤，快来了，漂亮啊，哇，那么漂亮啊，坤，加油，哎，哎呦，哦，漂亮。漂亮，过音儿了啊！对，我鼓励他们嘛。我们怎么也得给你们留俩吧？别，能整完就整。别的你留点行，就这个事儿千万别留。看咱们实力，我等会儿给我给你拿出去。进了。漂亮。小坤，你真好，哥给你拍一个好的角度。等一下。好漂亮。入篮特写啊，入篮特写，来把这个帅气的一刻抓下来，走，一个表情 ，OK， 好了，过了，还整吗？我们完成了吗？完成了，首先恭喜大家完成了这一轮考验，我会再给你们赞助30万。哎，方腾，雷伊资金池多少？六十了，有了，到账了，不要着急，接下来所环节当中，我们认真，认真一点。不要再回去了，不要再回去了。不是这样，再回去，下一轮换你们四个，好吧？我们四个歇一歇。不，你们有经验，你们有经验。你换我们四个，有可能在这轮又回去了。那你们不想见一见你们的下一个投资人吗？当然想见了，就我们是不想再见到你，不是不想见下一个投资人。我觉得你们非常优秀，所以你们可以去见一见我的投资人好友罗拉。哦，罗拉就刚才红头发那个。你的阿姆吸掉了，罗拉。哎，谢谢、哦、没事，罗拉走吧，罗拉走，罗拉姐，拉姐，托儿哥，红发姐，红发魔女，介绍那个罗拉的这个特点啊，什么特点？她是一个运动健将，我知道，特别能跑，那我估计这一趴得跟体力有关了，跟运动量有关，哎呦我去，哇，
舞台。这是什么呀？真的跟运动量有关。哎，这个很好玩哎。估计又得回去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月亮马戏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Lola。 如果想要获得我的投资，必须有团结一致的决心。如能完成以下考验，我将给你们投资32万。这咋还有零有整的呢？差那8万找谁？别着急，那还有8万去哪儿了？你要别着急，别着急，后面还有。这2万是伙食费呀。大球从8米的高空掉落啊！啊，这个，我的天哪！啊！这么大个球啊！它是甩下来的。天哪！大球从8米的高空掉落，8人一起抵抗大球，保持8人始终在轮胎上站定一落地即成功。我去！哇！这么大劲儿啊！给我一把刀，过来之后我就噗，对，给扎爆了。哎呦喂，这个太不行了，太拼了这个。哇，真拿真了。哇塞，这力量太大了。哇，这个很可怕，可怕可怕。心理压力好大。有点害怕，他有点视觉上的恐惧。我们先站一个好不好？怎么来，兄弟们？你和小凯肯定是中间这俩吧？好，你应该站在中间那个位置。头里是宝哥跟凯哥站这儿，你站中间，你顶着他俩。小宝的身高跟他不一样啊，推的位置要万一不一样呢？我在中间推着他俩。我这个位置现在我能使上劲儿，你信吗？我能使上劲儿，现在我现在能使上劲儿，哥，你看看，我能使上劲儿，看见了？有劲儿，有劲儿，有劲儿，看见了？别打了，看见了？就这样呗，就缺你这种彪悍型的。咱们先在地面上练习一下，大概一个姿势，我觉得可能这样。对，我觉得可能得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这样。这样不太稳。这不太稳了，不行，那么吊着不行，不稳了。首先你们自己保证站稳，来吧，来吧，来吧，来，飞了就飞了吧。你怎么感觉站一个这都快塌了呢？我这咋不给打个气儿呢？我这轮胎，我这轮胎太瘪了，太容易慌了，这个。这么一碰你就掉了。哎呀呀呀呀呀，有点害怕。不要怕，来吧。巨害怕好吗？这么大个球。Oh no！ 星球坠落了。你知道第一排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吗？这32万啊，怪不得多2块钱呢。你不用下，不用怕，不用怕，你听我的吧，我就薅着你们腰带来吧。没事没事没事，我薅着陈哥裤子呢。我们试这次就成了就成了，不成就算试的。对对。来吧来吧来吧。真的吗？等一下。Come on， come on。春哥，你看眼睛瞪的。我们早晚都要面对春哥。面对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它。面对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它。一定要成功，小宝顶住了啊！小宝，好来了 ，Let's go， 准备挑战，来吧，加油啊，兄弟们，来吧，孔雀，3、2、1，加油 ！3、2、1。3、2。
de mi tocca la namu le macarena. Paole tu spa po patti me le se pa ma cadu ta ma mi le bebe la mustache la pica buccia. 我去，这劲儿太大了！我推完又回来打我自己一下子。晨哥，我一直扶着你呢。我知道，但这力量太大了。时光一去不复返。喂 ，R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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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a， 快找 Rita。Bill， 我想你们。很遗憾，大家这个环节的挑战还是失败了，所以。大家现在见不到 Lola 总，也得不到 Lola 的粉丝。不是，我们刚才这么讲的吗？我说是，我们是。如果成功了就算过了，不成功我们算是。小宝说的对，我同意。对对对，说的是。对呀，咱们刚才达成共识了吗？不是，我可以再让你们试一下，但是结果是失败的。我去。走吧，走吧，走吧，咱们。Peter， 嗯哼，放点水吧，要不然我拿皮筋崩你。快了。要去这个屋啊？啊啊！可怕的屋，一直是这个片段，重复都是这个。现在最关键的是我这一关，我这一关。对，大姨怎么选？还在这儿呢。哎，哎呀，还在呢。还是他，还是他，你出来，怪热的，你出来。哎呀，原来是你呀、啊！等会儿。我说今天一天老见不着你，也太辛苦了吧！咱们这把能不能把前面流程再节约点时间啊？一会儿下车，咱一块儿帮 Rita 倒个车，一块儿给小孩合个影。对，小孩他妈万一是第四关，人孩子他妈趁80000块钱说要叫投，有道理，得帮大爷浇个水。什么？能换？这是不是会不会有信息？对呀、啊。这什么意思啊？要收割我们？走吧，走吧，走吧。没东西，还得戳会儿气球呢。哎呀，又来了。扎气球赢终极大奖了，这里有丰厚的礼品等着大家。扎气球赢终极大奖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没时间了，来来来来来，来不及了，玩啊，快快快来，三个人来，我们现在你看，来终极大奖，我扎过一次了，终极大奖，走过路过扎过一次，不要错过，不管怎么着咱还得走一圈，走吧，我们又来了。再试一遍过了，那8万怎么弄呢？我觉得这边要是不过的话，顶多再有一遍，因为我不知道那八万是什么。可我不知道那八万是什么。三万一次。你觉得那八万咱能一把能过？我不知道。那8万是不是我们这一路上这些遍里头的行为举动会给一些个行为分？因为我们不厌其烦的做好事嘛。一遍一遍的，也是啊，不可能是，不可能。四次了，冤呐！哇，得赶紧去帮 Rita 倒车。倒倒，对，还倒。哎呀，闺女，这车怎么开的？你站远，叫他一直叫。倒。哎，沙溢，你是沙溢吗？啊，你不是在跑跑男吗？啊，对对对，我们先往前走了啊，走吧。八万，出来吧！哎，你能不能把那个球黄球给那个就取消了吧？那个球有点大，你知道吗？谢谢，加油！大爷，我们来了，快支我们吧！哎，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您歇会儿，我帮您浇一下。好，我帮您浇一下，您辛苦了，您辛苦了啊！行了，行了，哎呀，我给气，我给气，行。谢谢，一人给80000块钱啊！记着啊，谢谢啊！每做一件好事都给我算10000块钱，就是善良很简单，这坚持善良很不简单嘛。我们一起和你拍照好吗？三、二、一，好嘞，辛苦你了，好吗？我送你一个气球。我们不敢要，我怕罚款。没关系。
开心的。好，谢谢你，那我拿走啦，拜拜。如果见不到我们，你要想我们哦。啊，让孩子回家休息吧。Peter， 气球，我们来了 ，Peter。你好，行，不扯了，走，不扯了，别扯那个，不扯了。比出数字7。好，下一个。长高10公分还是变瘦10斤？Baby， 回答正确。一起安慕希，恭喜大家这个环节挑战成功，有请 Bill。我不想理他，在门那儿等着我呢，我根本不想理他。人生啊，就是如此的精彩。哎，好样的，金岩，看宝哥哥的。游戏结束。哎呀，气死人呐！戴手套。没劲，还是38万，受不了了，这一圈一块一块的，这是。哎呀，不会又死在这儿了？要不要换位子？不用，我觉得应该可以。一个男的站中间，女生在两旁，不行，一撞就掉。你听我的，还像上边那么最稳妥。对，咱们再这样，再用刚才那个方式先试一次，先试一遍，直接来吧，不聊了。来。准备挑战，等会刚才呢。No！这红卡车都接戏了。刚才那边的时候就有一辆红卡车在咱们边上。这就是冥冥之中在一个莫比乌斯环里面24小时不间断的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剧情。崩溃。马上会左转。下一个路口右转。想不通。跑起来，快去，你去停车去，走，快往前走，慢点，停不好，我给你停。你是沙溢吗？他不是沙溢，我是。哦，你好。在你这儿滋一天了，中间休息没？耶！红蓝2020，一起安慕希。哎 ，OK。通往胜利的电梯，这次一定要成功。拉我一把。一点一点的绕，肯定是有问题。我不下了。还不想下了。谁愿意下谁下。郑恺，好嘞，追他。对，再往我这边靠一靠，那边大点地方，到。对不起，没事，别往地上浇，往草里浇啊！哎呀，啊，一个人不让你长大，他永远让你就5岁。对，你说你受得了吗？加油！你好，黑头盔。你记得怎么那么可爱？行，我好想当他妈妈，人生赢家。天哪，我都要疯了！他这是一种对人很大的一种折磨。再这样重复下去，我的人生已经混乱了。明天能像他们一样漂亮吗？好的，宝贝，快回来。可爱的了，给我们拍照。怎么破这个局呢？来，好像我们都猜到了今天的问题。我们必须得赢了才行，所有东西在那边。
大大大大大，我们早晚都要面对，陈哥。人生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不容面对吧，每一项都得完成，必须有团结一致的决心。他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我就是觉得老沙前后脚踩，他就不会倒，就调整他就 OK 了。来，我顶沙哥，有我薅着你俩呢。对，来吧，咱们老规矩来一把啊。来，来试一把，一二三，加油！你好，你好，不错，换人了，换人了，头发对，人变了。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就是你，没，就是你，就是你，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不错，因为你们的完美表现，所以我决定给你们投32万，三十二万。那八万去哪儿了？一块给了得了，您也不差那八万，丢了，您家大业大的，那八万呢？长得挺漂亮。不是，您还认识趁8万块钱的人吗？我们再找他拉了。你们说的我不知道。那这样的，男朋友这样的。哎，那少8万。我们几个认了，咱们一人自己掏1万。到目前为止，大家一共获得了92万的投资，离你们的目标100万还差8万，但是你们又只能凑齐100万才能走出今天这个循环，所以请前往下一个地方去发现吧。走吧，走吧，走。走。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有一点垃圾，帮我带走。垃圾就留8万，我来，我来，我来。行了，行了吗？我的，我的。给分一下，分一下，把垃圾咱分一下，分一下。这帮人已经疯了。我只是一袋平平无奇的垃圾。我就知道你会翻垃圾，为什么要翻别人的垃圾？你真是个坚持不懈的人。你是不是以为垃圾里有？搞什么、啊、你们？故意的，是不是？故意的，无趣，幼稚，无聊，侮辱我们的智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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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这8万有点不好找啊。8万，回家吃饭了。哎，兄弟们，这里有垃圾，垃圾桶里会不会有？我觉得得找一找其他垃圾。这个是干嘛的？我想问一下。滚钉板。哦，拿它扎气球。拿它扎气球就可以赢得那个比赛。哦。因为我们打那个打不到200个，只有这个才能打到200个，而且要协同作战。对。这个直接就几人一举，然后开始跑，对，俩人就行。我们去试一次，走。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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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咱小时候全看着，完全就是我们这个年代。我感觉8万可能在游园会吧。对呀、啊，那么大个场面，你说还。连8万块钱都没有。来，抓气球赢大奖了！抓气球赢大奖，终极大奖。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玩一玩看一看、啊。终极大奖给啥呀？终极大奖是我们这个镇团之宝，我们这个全球限量的小丑公仔，全球只有一个啊，这个公仔价值不菲，价值不菲，它就是80000。反正跟这个小可爱有一定的关系。说80000在这儿吗？别纠结了，就他吧，先玩吧，兄弟们，兄弟们。哇，可等于80000元。你看，所以就是他吗？什么？等于80000元这个雕塑？那就是气球。来，就是他了，来。来吧。这还挺高。还是要举高一点。不，他怎么都会过到这儿的。还是要举高一点。不用，就在这儿就行。不，减少他的移动路径。那不是，那我到底补不补刀？你在那边，你先搞最远那一排。好。好了，来吧。好，三、二、一。再回一遍。再来一遍，时间到了，30秒。这么快，30秒啊？对，你这是哪儿的30秒那么快呀、啊？秒表，是杭州30秒吗？对，你应该按沈阳30秒算。北京时间30秒，没有完成200个，一共是多少个？一共这里有200个。全面啊？对，全面不了。要是那80000，咱签个打个欠条就得了。我们下把吧，他不是这个一溜一溜的个立起来的吗？咱们高个人吧，一下给他全揪了，全给他拢到一块，他也没法跑了，就这意思。我们一会儿上来个人，就这么给他搂到一起，全给他搂到一起，知道吗？啊，疯了，气疯了。从头来一次还得撞一次球啊，那怎么着又回去？上海队怎么样了？又回去了？不会吧？又回来了？干了？也不跑了，也不敢了，咱们直接一块坐了得了。哎呀，听他念吧。哎，不想站着玩了。怎么这么没有斗志呢？加油啊，朋友们！都没劲儿了，真没劲儿。哎呀，这怎么能全面呢？失败了，太失败了。这个呢？为什么我们会有收割机的视频？你想一下。再回来，回一遍。他漏了很多。再来一次。哦，第一把那些都压在地上。哦。是这意思吗？哦，你这么转。对。压着它，它就全爆了。就这样。对。啊。对。
是这个片子的作用，是不是？对，这样我们两个在前面摁在地上走一趟，谁在后面拿那个棒子补漏，对，好不好？对，给来这车多好啊！给来个这车，来吧。好了，走了。必须是。太小看我们了，开玩笑，开玩笑啊，还搞不定个气球了，就是。不投篮了，直奔主题。不成功变成人，研究明白了，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除了毅力之外，还需要用些技巧。是的。然后我们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需要多给10秒。我给你们计时啊，得有推吧，有人推吧。不用，别上手。你听这东西，你往前再咱，你往前再走。你别着急，哥，咱到这么一高度就差不多了。我们先试一个地，搁在地上的。来，别，哥不能跪下啊！你这样跑跑的很慢，闪远点，知道吗？他要跑起来，高一点，跑得起来。稍微高一点点，我觉得你这样走不快。对。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3、2、1，疯了！快来！接着漏！快！小心，宝哥！低点，走！还一个！漂亮！急了！快了！都急了，好，给8万。来，这个是你们的奖品。好，全球就这么一个了。好，全球这么一个。给8万。我等额兑换8万元啊。哇哦。到，我看，会计看一眼，到账没？耶！哟！声音都不一样啊。太不容易了，那我们马上前往下一个场地。还有下一个场地？下场地就我们回到那个哪儿啊？马戏团。想收工这么容易？送你们，我送你们。走。月亮马戏团。对，我还想收工啊，走啊。人生就重新开始了吗？又回那边去了？又轮回一遍？不会吧？然后又让我们再筹100万？天哪！我不想玩了。哎呀，终于过这关了哈！终于过这关，不要再回来了，再回来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应该回来。啊，我就感觉参加的不是一个栏目的问题了，是我的人生了，我就感觉。这一遍的。哎呀妈！可不，主要可算结束了。循环，不容易。我已经不行了。哎呦我的天哪！我们不是已经成功了吗？导演做的心思，你们永远猜不透。还不回马戏团吗？这是咋了？这个不是咋了吗？应该不是。欢迎来到杭州新天地太阳剧场，请欣赏太阳马戏 X 奇幻之境的震撼演出。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很多时候就是重复很多一模一样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他会觉得抱怨，这咋又给拉回来了？居然内度可能会被逼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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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疯了。但是今天通过这个无限循环，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就是要努力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寻找它的乐趣，哪怕做出一点点的努力和改变，就会有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非常精彩的明天。漂亮，漂亮。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日复一日的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你每拿到了一个好的成绩的那一刻，你会感谢曾经的那些日子。一定要在相同的生活当中寻找那份美好，寻找那份不同，这才是生活的意义啊！重复不是什么坏事，是吧？就像我们的安慕希一样，虽然重复不断的每年都赞助我们，但是一直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新口味，还有新的口号：重燃2020。一起安慕希。欢迎大家来到安慕希新波波球电影节，欢迎陈星子、柳岩、吴磊、金靖。今天晚上只能有一个人获取殊荣，超级个人战。老板，我来。哇！哦，可是太厉害了！哇！哎妈呀，他怎么做到的？我们要猜他体面是什么。我举这位朋友，对，放鸽子的人，体重失控的人，我选坤坤。没有女朋友的人，自信最快的人。哇哇！中国体育播报，大鱼通，助力奔跑家族解锁精彩故事彩蛋，一热爱奇艺平台，全国天网、中国 TV、网易娱乐、中国新闻、中国网、Zaka、腾讯看点等平台，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感谢首席娱乐门户网站新浪娱乐，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奔跑吧，打开今日头条搜索奔跑吧，快速了解节目信息。上腾讯新闻客户端、新浪节目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百家号、微视搜索奔跑吧，参与节目。We run for the dream， 从白天到黑夜，我不需要停歇。We run，We run never stop， 就想让你知道。中，我也在等。